好，我们现在要来跟着老师动起来，线上课程教学哦。好，我们加油。待会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做手的拍合。当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20下，20秒。One go。嘿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每个动作20秒，休息10秒哦。不要太快，慢慢的做就好了，调整自己的呼吸。嘿，老师很厉害哦。等一下就拉筋了，拉筋拉筋 ，Go Go Go！ 这样就休息十秒哦。动作呢？继续哦。抬腿好，记得我们的大腿要记得把脚抬高。Go！ 每个动作20秒，休息10秒。做的时候，你的核心不要弹出去的，保持平衡。我觉得喘的人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调整自己的呼吸哦。哦，你们老师好专业哦。3、2、1，休息10秒时间。下一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转体，转过去。哦，要转体哦。换边。开始喽。开始。在做的时候，每个动作都要慢慢做，要不哦，专业嘞。才好啊，才不会受伤哦。慢慢的就好了。噔噔噔。对，一定要距离要拉好哦。One go， 休息10秒钟。下一个动作呢，都要做快的抬腿。哦哟，做抬腿喽。刚刚是有做过慢的，但是我们是用抬手做起来。One go， 哇，这么专业。慢一点，不要那么快。脚抬起来。呼吸，呼吸，啊！滚妹，你是安怎啦？热热热！好，休息10秒。休息10秒。你这有在休息吗？你这明明是在运动啊！好，开始喽。开始。脚要开哦。阿妹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哦，不要小心，跟着哥哥动。好，另外一边。你在搞笑哟！还有喽，快好喽，20秒 ，two three go， 跳。厉害哦！一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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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休息十秒，十秒，十秒，快好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脚侧边哦。One go， 踢屁股，跳起来，两只脚跳，轮流跑。安过来，轮流跑，对，啊，像哥哥这样子。踢屁股跑步，好休息。最后一个动作的空手的跳绳，你会，你刚完成而已啊。哎喂，开始，嘿，很好，加油，加油，跳起来。哇，恭喜你！我刚才健，记得要多补充水，要多喝水。有汗的要记得把衣服换掉哦。来，下次见，跟老师说谢谢。